The ratio of baju kebaya to baju kurung, okay, 是那个七比四，然后他告诉你baju kebaya 是84，所以这个是84，所以baju kurung 会是多少钱？你就交叉乘。所以在这边呢，我们第一行写名字，第二行写 ratio，第三行写真正的号码。然后交叉乘的时候呢，两个号码连在一起的，你乘起来，所以你就有84乘以4，然后再除以7，然后你就可以月减177、177、274、42乘4、48，所以它答案是 RM48，这就是它答案啦。